妈回去了，老婆我跪你啦，啊，家婆我跪我啦。这回紧去叫你孙啊！我无爱啦，我无爱啦。母啊，你无要叫你家己哦。我先来。小孩子重要啦。我老啊啦，我随时可以上天堂啦。谁啊？都你无闲啊？是你叫啥？啊，妈，伊个阿妈搁淡去啊！阿妈搁淡去啊！哎呦，阿妈，怎么倒啦？怎么没有来？你嘛较拜托诶！我已经在咧顾你，足歹顾诶啊啦！真气死人，大家拢咧当顾顾，你咧食了米诶，真正气死啊！我唔知要安怎，啊，搁唔知要甲送去倒啊！你要放药是袂晓讲药，你是要甲你讲几遍？你咧我干人外口拢皮你诶沙头啊！我拢免说。馒头。阿妈啦。馒头。阿要食啦，食几粒吧啦。啊大概吃了没？跟你讲，伊吃几条，那一直吃一直吃。你妈妈妈，没有馒头，没有馒头。你免讲吃，你今日吃伤济啊啦。妈妈，你买对阿妈遐尼歹啦。阿妈就可怜呢。系啊。啊，无即摆是变哪？阿妈就淡去啊。啊，淡去啊，免换啦。啊，一工要换几遍。阿妈，你那些受气，你是真久无淡啊哟。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是爱你妈嘛？甲伊同款哟。就听只听咧，你来搞个。爸爸。什么代志？搁你喜悦叫啊！爸爸，爸爸，阿妈搁你骂阿妈啊！阿妈，最可怜，阿妈拢淡去啊！阿母搁你干嘛？是啊，这你爱负责哦。嗯。阿妈是因为人老啊，哦，搁有失智的问题。阿爸，你嘛在老，你哪无淡？有一天我可能有奶失智。安尼哦。好，阿恁都爱注意。我会给你送去海的啦，嘿。你的失智嘞？哎呦！我叫你真个歹命啦！那个讲啊，恁母啊，我是要怎么即马是要安怎哈？我一个人安尼，一个人要顾伊，啊！你规工若出去外口，拢免顾。是我上班呐。上班，无你请一个倒来甲顾啦。一工放就是要放几遍，啊！一直食，一直食，我大家都一直甲动，无你毋知要食到当时。啊！老人生本都伊都伊都带着镜头都无法度嘛。啊！你小弟嘞，你小弟袂去敲电话叫伊倒来哦？啊！伊是敢生你一个哦？两个变空格顾晓？好啦好啦，我敲电话叫伊倒来啦。都规世拢你咧讲。喂，孙啊，安怎哟？你得有闲无啦？我啥物有闲？我即摆在领导门口哭嘿。痛啥？你是唔知我真无闲哟？我知啦，都母啊，母啊个失禁啦，啊就。我著甲你讲几解啊？母啊代志，我因为我较无闲，我生理做真多，我一工电话才接差不多两千几通嘞哈啊。好好好，我跟你讲，嘿嘿嘿，迄个徐医师需要1亿5000万，我再来个招总，嘿嘿嘿，你是无看我，我这里无闲，卖个卡电话给我好无？拜托的。我知你无闲，我知你趁真济钱，我知我较无路用，我就跟你上班做粗工尔，我知影。啊，所以呢，厝内底麻烦你就照顾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啊，你较少啊，你咧卡手啊，你这，互恁狗伊个是安怎？你小个很慢呢，叫你甲伊讲者，你也讲袂晓，你是边啊？无你真实，你阿兄嘛真辛苦呢，哈！啊，你趁只电视，一工咧接两千几通的电话，啊，你袂晓请一个家你顾你老母哦？无你叫你某来顾啊？我嘛是有赚真侪钱，赚真侪时间，我有闲就等下来家照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逐摆看你这款，看你这款气质哦，看你这款脾气吼，阿母你迄只嘛袂快乐啦。无你啥啦？无你即马啥咧？一个月，一个月。小弟，小弟，妈妈伫家你都无甲拍者啊，就好者。你敢是做人是者？干嘛咧？吼？母啊，母啊，我阿孙阿在叫你啦，我孙阿啦，你是啥人？我的孙阿，你第二后生孙阿，馒头，我唔是叫做馒头，我叫孙阿啦。馒头还没来，我没吃。阿嫂，你是安怎过的啦？我你是安怎过？哎，这种白人我歹过，你知无？你即马知影歹过啊？吼，我跟你讲啦，阿哥话吼，我紧带恁兜啦。啊，带阮兜就带阮兜啦！啊，即摆即摆时间也未到，就是爱带来恁兜啦。咱之前讲过嘛，一个月带阮家，一个月带恁遐嘛，即摆带阮家三个外月啊嘛。对啊，拜托诶！啊，我就是在去趁钱嘛。啊，我哪要趁哦？恁的医疗的钱无够，拢是我咧出的啊。啊，无啦，我出人工，你当然要出钱，无什么啥难。我是要趁。无我出钱，你来顾啦。
我就是无闲啦，唔得无材料通好过啦。啊，甲你拜托先啦，爱看你面色哦。你是阿嫂，你是我爷。哎，君宝，你妈咧好无？你妈咧好无？对啊，拜托，你即马是干把人当作啥？我咧讲好啦，所有钱拢找我摕啦。摕你摕，我知你趁济啦。你们用心。你们都不要吵了。阿妈，带我去养老院啦。啊？哎。母啊，现在到底不知道是怎样，我就跟你说，那就不可以去养老院，辛苦病痛了，没注意，没人管，就要送病院嘛。你说好，这整世在烦恼你老母啦。你早起现在去给他去车弄到，他现在也很危险的，以前不然全都是你老母，你早起不是你早起，他的命不是命的，去给车弄到，敲多少是谁给他敲多少，我跟你交代过，我就叫你不要命啊，你不要买车而已哦。买车？你提财卡出来买，我有钱通好买车呢。我你这话是咧骗啥？你有才调？你叫恁小弟，叫恁小弟来啦，干来样骗我？你不要去骗恁，去骗恁小弟哦。哎，我卡电话啦。孙啊，啊你今晚是有够时间暖呀？你接啦。我足无用的，无代志，卖阁卡电话来甲我吵。你敢知影我有偌烦恼？你烦恼是恁家的代志，是跟我什么什么关的？什么叫做阮家的代志？阮老母不是恁老母呢？恁老母是啊，这不是送去养老院安尼就好啊？养老这边的病院啦，这里病你唔知呢啊？这边内底安怎我唔知哦、喔。这查某囝出车祸，这边你病，我这边是要安怎你甲我讲？恁两个是做什么歹事的个代志？一个查某囝出代志，一个老母也出代志。我呢？歹势！我呢做什么歹事的呀？歹势！请冷静一下。即马田女士已经着急需要输血，恁家属有啥物事当关怀予伊的？不是啊，恁病医敢无血？我们病医即马剩一袋血，适合伊的尔，所以即马真着急。剩一袋？对。我是大囝，我有高血压，我三高，我无大管。三高？嘿，我无大。看啥会？我有痛风啊，坏血袂用的啦。你看啥会？我逐个月都咧无够血啊！我倒啦。哎，卖阁讲迄有诶无诶哦吼。无即卖啥？阿叔，不是，我甲你讲，这时间先解决。我唔管你开病院无血，你找阮管。你忙想办法去调嘛？你这个家属，你做事实，你到底是安怎咧做的哈？你的妈妈即马先着急，真需要输血。你这病院若无够钱，看阮小弟要来管你，我拢无。来，我讲你听，我讲你听。来，钱我有吼。即马呢，现不现无够的吼，麻烦留一袋哦，先哄老母，哄拢哄老母。即马是无够。妈妈，阿奶，阿奶，阿奶。即马足严重诶，伊爱需要一袋血，今年啊！伊即马需要一袋血。我母啊，先处理。我跟你讲，你一袋血即马给阮查某囝，拜托诶，我拜托你。为何恁查某囝安尼？恁妈妈是安怎？我你讲，我你讲，我你讲，卖阁讲啊！这袋先给老母，你先去别个病院甲我调，我这钱医药费拢我来出。你这袋血啥物事？你想你老母阮查某囝要死安尼？你啥物事？你老母收回钱拢我出。你看你安怎啊？好无？有钱了不起啊？妹耶，我跟你讲，你即马回信我，老母话贵命啊，啊，家母话贵我啦。阿妈，卖吵啦，我不爱啦，即个提起囡仔啦，我孙啦。你的意思讲，这回紧提起给你孙啊？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啦。母啊，你无要叫你家己哦。我先来。小孩子重要啦。你辛辛苦苦把阮两个栽培到这大，在这个时阵，一地话你有什么用啊？了，卖吵啦，卖吵。妈，我老啊啦，我随时可以上天堂啦，好好照顾囡仔啦，对不？我知啦，你妈是，
天在那擦擦擦擦。起来了。